你们餐齐了。啊，哇，不错哎。是啊。嗯，虎口山呢？啊，手机放宿舍充电没拿。鬼鬼祟祟的，钱高利贷了，啊！发什么疯啊！我最近睡得不好，总熬夜的人精神可能不太正常。哼，我看你平时精神就不太正常。哎，说真的，我前天做梦，梦见僵尸爆发，吓得我一宿没睡好。然后昨天又跟老白打僵尸游戏，结果那家伙他见死不救。最后我被僵尸啃成了酱牛肉，后来我们就吵起来了，又是一宿没睡好。这输一场游戏至于吗？头可断，血可流，游戏坚决不能输。又不幼稚。哎，想吃什么随便点。这也差不多。嗯，酱牛肉。除了酱牛肉。那我今天就想吃酱牛肉。酱牛肉，千层饼。小皮蛋，刚跟机器人打完赌，要和夏白城保持距离。要是他知道我单独约夏白城，又要唧唧歪歪。切，他自己昨晚还不是犯规，我有什么可心虚的？白城在吗？打电话他没接。白城手机落在宿舍了。哦，他吃饭了吗？他说去学校旁边的餐馆了，但他手机和钱包一起落在宿舍了，我正要送去呢。那你知道在哪儿吗？我去送吧。庆元餐厅。哎，你吃饭了吗？这个给你吧。我让你随便点，你也不至于把厨房搬空吧？随便点，使劲点。要不我给你办张这家店的卡？你点的酱牛肉，来啊！哎，哎，自己蘸。施锦学长。这么巧，你也来这里吃饭啊？你看酱牛肉啊！啊，我是来给你送这个的。哦，谢谢。啊，您遇到果果了？对啊。学长，你吃过了吗？要不坐下一块儿吃吧？你看我点了这么多呢。啊，好啊。你坐这儿。服务员再上趟餐具。好。谢谢。还是先去趟洗手间吧。赌约规定你要跟他保持距离。我都跟夏白城吃过800顿饭了，不就吃顿饭吗？
吃饭。安全距离没有。你现在不也吃上饭了吗？又没吃亏。胡立山，你要再不遵守约定，队员立马失效，我不会再听你任何一个字。啊，知道了。这牛肉好像不错，拿去吃。你俩还没休息呢。哎，我拿得动。那好。公平竞争，守信用，彼此彼此。只要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觉得光照度还是不够。哎，行了行了，别忙了，该我们了。把这个整理好收起来，明天我们继续弄。好。蛋，还是我大哥厉害吧？我看你们的蛋啊，还是别下了。就你，走，疼疼疼！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老白，回去睡了吧。没事，我没事。来来，大家接着干。别疲劳工作，这样效率低。你嫌弃人家？是啊，快走吧你。可是，按照咱们的进度，就算全速赶工，也不一定能赢过石井组。你打我干嘛？你不是也这么想的吗？哎，你干嘛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啊？你看看你，半个小时了草图还没画出来，我都说梦话了，快回去吧。老胡，嗯，我是害怕你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呀，别到最后又回家里玩失踪。相信我，这次不会有第二种情况了，乖回去吧，明天早上来接替我。行吧，那我回火锅就先走了，你们俩也别熬太晚。嗯。走。学长。嗯。你是不是累了？要不然你也回家休息吧。不用了，我还得等明天早上老白来接班呢，必须得把这个弄完。李山学长，你的梦想是什么？我现在的梦想就是这次一定要赢。如果我是说如果这次比赛我们输了怎么办啊？毕竟石井学长的小组准备得更加充分。不可能，我对自己有信心。怎么了？你不相信我的能力吗？当然不是，我是怕万一要是我相信你。别人不是说我们是黄金搭档吗？只要我们的组员足够拼命，我相信这次一定能赢。
余山学长，我答应你，只要你不放弃，我一定帮你。行了，别乱想，把这个拿去做，我们就离一定又近了。好的，学长。这么拼命，那么想赢我？彼此彼此。老白不在，来一个。不用了，放心，不是榴莲蛋糕。我要想赢你，正面赢绰绰。晚上想吃点什么呀？好冷的天啊，我们吃火锅吧。还愣着干嘛呢？赶紧给夏白城他们打电话，快点快点快点。哦，行行行行。喂。大哥，我们的模型也被毁了。怎么样？损失惨重吗？硬盘跟显卡全都被偷了，比赛资料都在硬盘里。我得试。这到底谁干的？气死我了！这种紧要关头，谁这么不想让我们参加比赛啊？李山学长，别安慰，我不想听，也不需要。其实我有我们组的设计备份。什么？你怎么会有？昨晚你走了以后，我就把电脑拿回寝室工作了，我怕出差错，所以就多保留了一份资料备份。意思是我们还能继续参加比赛，而且现在这个情况，我们会不战而胜。我不是说过吗？我一定不会让你输的。只要你不放弃，我一定帮你赢。老胡，我们能找到小偷了，你快点回来。什么？能找到小偷了？好，我马上过去。找到小偷了。老胡，是这么回事。一定可以把他救出来。开个条子，我觉得这是。别着急，让白子鱼先说完。是这么回事，我刚刚调查了一下，咱们教室虽然没有监控，但咱们的走廊、门厅都有监控，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推算出被盗时间，然后找辅导教授开批准条，最后去保安室调监控，一一排查。对，除非他有翅膀，能从这间工作室飞出去，否则我们一定可以把他揪出来。对不起，对不起，嘉欣，嘉欣，没事吧？
没事没事。怎么没事啊？都出血了，赶紧去医务室。走，我都说了没事。哎，这男的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怎么知道这是个男的？也对哦，帽衫上这个是骷髅头，可是看不清是男是女啊。这个小偷到底是男是女啊？不男不女的，捂得严严实实，什么也看不清，一点线索都没有。嗯，哎，对了，这儿小偷的帽衫上有个骷髅头标识。佳熙，听说你备份了小组资料啊？对啊，那天很晚了，我工作没有做完，然后我就拿回宿舍做嘛。哎，对，我记得。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要不我看看能不能技术还原一下，也许可以更清晰。你看，前几天在一家新开的商场买的，那你把地址发我呗，我也想买一件。行啊，等一下我微信给你。什么垃圾？大半夜跑这么远来扔？石井的硬盘呢？现在还回去还来得及。已经没用了，我一拿出来就把数据全毁了。你，我想你赢，我想如果你赢了就不会走了。那天我发现工作室有另外一个入口，还有一个摄像头，正好可以拍到从工作室走出来的人，所以我叫大家过来一起看一看，也许能有新的发现。不对，等一下，往前倒一点。哎，对，就是这儿，再帮我放大一点。智商上限不一般啊，白城。别浪费时间了，大家分头找找吧。好。好。这条路人流量比较大，我们就在这儿分头找。好，那我跟陈卓去东区找了，走。告辞。那我跟果果就去西区找，走走。好。好。他跟我一组。白城。嗯。我们去南区那边看看。好。我回去一趟，你先休息，别担心，不会有事的。他穿了一件黑色的帽衫，
个子大概有这么高。同学，你见过他吗？哎，同学，没事啊。这么高？好。同学。哎，同学，帮我们一个忙。胡里山真够悠闲的，大家都在找，他在宿舍休息。不过还好小白学长他们找到人了，要不然真的急死了。不用找了。胡里山。干嘛呀？这个时候还凹造型？黑色骷髅头帽衫，那个小偷是你？哦，群众，没错，是我。你真的看清楚那天在工作室门口撞到的人了吗？我没看清他的脸，我记得他不是很高，也挺瘦的。再见到的话，也许能认得出来。啊！哎呀，你干嘛呢？人家赶着上课呢。胡里山，这怎么可能？你知道自己的行为有多严重吗？这不是你们学生之间的竞争，你们代表的是学校，明白吗？邱教授，处分，学校会通报的。邱教授，等一下，与其考虑怎么处分我，不如担忧一下学校现在的处境吧。你这什么态度？他怎么是这样的人啊？学长，一定不是李山做的。那件帽衫就在他手上，还有什么好说的？一切没下定论，安静。李山学长，你一定要没事。让你认错，不知道悔改。你刚才的话到底什么意思？按照原本的比赛赛制，并没有要我们队内分成两组进行比赛这一项。你想说什么？这次比赛对参赛学校很重要，每个学校都几乎投入了全部的人力物力去支持，所以每个学校都只出一个队。然而我们学校就比较特殊了，我们是两个队在校内先争个你死我活，胜出的那一方再去参加决赛。这在一方面刺激了队员的创造性，提升了获胜的可能，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其潜在的风险。你们因为争抢名额出现了违规违纪的行为，校方是不负任何责任的。没错，出此下策本身并没有教授您的指导，但如果不是教授您在比赛名额分配竞争上过度放手，默认同意了一切事情的推进，也不会发生今天这样的事。你凭什么觉得学校会允许有这种行为呢？凭您刚才说的，比赛无关我们，代表的是学校，处分的确是能给大家一个交代，但能给您一个交代？决赛前百川大学不战而败，恐怕您也不好和校长解释吧。你就不怕受到更大的处分吗？我无所谓啊，您也知道像我这种家庭有没有处分可能对我今后的人生没有什么影响。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会是胡里山呢？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文文，你先别激动，现在还不知道呢。他自己承认的。他亲口说的。对。胡里山他是不是疯了？他怎么可以这样？就这么在乎那个奖杯吗？文文，我相信一定不是李山做的。人赃俱获，他就算长了100张嘴也没法狡辩了。我拿自己的人格保证，不是李山。大家稍安勿躁，
猜测无用，一切等结果出来再说。教授，您先别生气，我刚才说的是最坏情况，其实现在完全还有最好情况。你又要强词夺理说些什么？其实我们的方案还不错，我准备了很长时间，我们日夜工作，现在的作品可以说是很成熟了，您知道。我要是知道你今天跟我瞎扯这些，我当初就不应该考虑同意你的作品。教授，我对我的作品非常有信心，我一定能。如果顺利得奖，最大的功劳也是指导老师您的。我可以在校领导面前说，都是您指导有方。你们工作室那边闹得那么大，现在那群学生还在等着呢。我保证，只要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完全能让外面那些人不透露半点风声。天不知地不知。喂，这怎么回事啊？是我。这边还没有调查清楚，暂时不用报警。对，谢谢，再见。学长，什么报警啊？保安科那边得知有人自首，所以问要不要报警。不要，事情都还没有查清楚呢。我是这么说的，但是他们坚持。那我们现在去一趟保安科吧，跟他们说不用报警，走。你在这等胡磊山。我自己去就好。不，但是，是你学长。还担心胡礼山，都这样了还袒护他。不是这样的，不应该是这样的。教授，现在学校只有我们组的作品能拿去参赛，我很有信心我们能赢。啊，这是毕竟出这么大的事。当然，决定权在您手里。李山，邱教授怎么说？决赛出我们组的作品。你还挺得意，我要去找校长。站住！你这么做，只会伤害你最不想伤害的人。什么意思？